各位代表，现在继续开会。根据总监票人的报告，计票结果已统计完毕。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计票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票计票结果发出2952张，收回2952张，有效2952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习近平赞成2952票。宣读完毕。宣布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计票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票计票结果发出2952张，收回2952张，有效2952张。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候选人习近平赞成2952票。宣读完毕。现在宣布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